主席，特首呢就在他施政報告第54段呢就講到，其實現在在那些吊櫃啊、劏房啊、農屋的人呢，就等於三四十年前那些山邊木屋和天台屋呢是沒有分別的，大家呢都是面對天災和衛生的威脅，一副呢悲天憫人這樣的態度。咁當然我是同意他的觀察的，咁但係問題就係佢講完呢個悲天憫人嘅說話呢，你睇下佢嘅施政報告關於房屋土地做咗啲乜嘢去令到呢一啲等於住緊三四十年前嘅山邊木屋同埋天台屋嘅水深火熱之中嘅香港人能夠有指望可以上樓呢，咁就太慘啦。睇完之後呢發覺冇乜嘢立竿見影的政策的。主席，现在香港人呢就几乎全部都有个共识的，就是梁振英呢都是缺乏诚信啊。不过呢有一半的香港人呢仍然希望梁振英呢是可以做啲嘢。但我想看完这一份冇胆冇色冇规划的施政报告呢，结论应该是他做不到啲乜嘢嘅，亦都可能應該對他死心噶啦。主席，如果睇他形容為重中之重的房屋政策咧，其實就好易露咗底啊，因為其實他只不過是將曾蔭權啊已經講咗嘅一堆數字咧，將佢東拉西扯咁樣咧，濫竽充數而已。主席，或许我哋真係唔应该对梁振英有咩期望嘅。因为你睇佢由个政纲咨询稿到佢嘅竞选政纲到佢而家呢份施政报告嘅房屋政策呢，其实呢一次比一次缩水。咁楼价呢就点呢，就一次比一次升高。最近呢美国顾问公司有个机构呢就有本杂志发表了个报告，这个 Demography 就是全球住房负担的报告。咁原来呢香港的楼价中位数是家庭年收入中位数的 13.5 倍，在337个城市之中呢我们是冠绝全球的。咁你试问咁又情何以堪呢？一眾嘅樓奴啊，脫苦海真係遙遙無期。主席，梁振英上任之後呢就立即推出一個叫做5000户嘅白表免補地價購買二手居屋嘅政策啦。咁就客觀效果係咩呢？就係令到嗰啲二手居屋價呢就不斷呢是破頂。施政報告發表之後呢就更加嚴重。主席都可能聽過啦，好多嗰啲二手嘅屋邨就造價呢就屢創新高，有封盤啊，有反價咁樣。咁睇嗰啲數字呢都係喎。咁就你睇返一啲指標屋苑啊，太古城啊、美孚新村咁咧，就全線上升，樓市咧有一個全力強力反彈之勢。咁呢個尺價咧已經係有啲係破咗歷史新高噶啦。咁有報道就話添，就話報告發表當日咧，太古城啊嗰啲反價咧一口價係100萬嘅。主席，咁梁振英點解會越搞越和呢？我哋公民黨分析呢起碼有兩個原因。第一呢就係房屋供應嚟得太遲啦，遠水不能救近火。第二呢就係梁振英並未能夠喺施政報告之中提出能夠令市場冷靜嘅訊息。
主席，基層市民能不能夠上樓，是取決於公屋實質的落成量有多少，中產能不能夠置業呢，就是取決於私樓的樓價會不會回穩，但在這兩方面呢，只見蹉跎，不見到有實效。遠水不能救近火，其實呢，我們都睇返曾蔭權的時候呢，他就上任之後就停建居屋啦，咁令到累積房屋供應嚴重不足，咁有家庭計劃的後生的仔女呢，他不會等你起返居屋他才結婚㗎，咁佢要結婚生仔，咁咪要搵樓去租去住啦。咁自然呢，就會將嗰啲樓價租金呢就推高。喺需求只會繼續上升嘅情況之下，就必須要盡早呢係增加供應，先能夠穩定樓市嘅。為咗補回曾蔭權任內嗰個做到嘅不足，咁梁振英呢本來就應該必須去所謂跑數啦，係咪？增加任內嘅供應量啦。但係我哋見到嘅施政報告呢，似乎就係極其量只係半心半意去做呢樣嘢。佢俾人嘅印象呢，好似係話非不為也，實不能也，冇地呀嘛，咁要好多年之後先有嘅。後生仔唔好阻住我去揾地啊，因為第日都係累返你自己啊，咁講啲咁嘅嘢。實際上呢，其實佢就係非不能也，實不為也先至真。咁又見及此呢，所以公民黨呢喺1月17號嘅答問會中呢已經向佢提出咗8招，希望佢呢係可以去做一下嘅。咁當然呢，喺後來透過無論是陳茂波局長啊、張炳良局長啊，抑或特首本人啊，抑或蔡衍明先生啊等等呢，都見到似乎他對於這8招呢是沒有什麼大的反應。主席，再提回這八招呢，我們提出呢包括是要檢討丁屋政策，釋放預留給這些丁屋的接近1000公頃的土地呢，現在391公頃閒置的住宅地應該盡用，將勾地表的部分的熟地撥作興建資助房屋，處理囤樓的問題，處理囤地的問題，以及為輪候公屋3年以上的人士提供租金津貼，檢討撤銷近10年的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以保障租户呢唔會係受到瘋狂嘅加租呢，同埋呢我哋呼籲佢係恢復定期賣地嘅。主席，喺8招之中，或者我今日呢再講一講釋放勾地表嘅部分土地呢一招啦。根據政府嘅數據呢，閒置嘅住宅用地一共有391公頃嘅。其中喺勾地表上就有喺何文田、將軍澳、元朗和屯門5幅合共 6.8 公頃的熟地，周邊早已有完備的規劃和社區設施，可以立即用作興建資助房屋。只要政府願意，大概4年或4年半，即是總之在梁振英的任內，如果他不提早下台，就可以提供5105個公屋和居屋的單位。梁振英呢，如果要口到手到，真係以行動去急市民之所急呢，就必須要動用呢啲土地。但佢冇喎。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呢就喺個網誌就回應，佢就話呢，我引述呢，若將勾地表用地撥作公營房屋發展，係忽視政府照顧對私宅單位需求嘅責任。引述完畢。首先主席，我必須指出呢，其實如果局長睇睇我哋嘅建議呢，我哋喺勾地表建議勾出嗰 6.8 公頃嘅熟地呢，大部分係起居屋嘅。
是回應一些市民買得起居屋這個置業的需要。再者，我希望局長稍後回應的時候都可以說一說，其實現在他都是在想將一些 GIC 啊、綠化帶啊、工業用地呢是改劃做住宅的、哦、即是好像香港人是不需要去休憩公園啊，不需要去休閒的、地方這樣的，所有地方都是住宅。喂，那又怎麼解呢？那個邏輯是怎樣呢？那你犧牲這些就得，犧牲勾地表的熟地就不得，那很奇怪的。此外呢，主席，政府呢都應該考慮包括呢是修改呢一個啟德個體育城嘅佈局啦。公民黨當然認為應該保留體育城啦。不過只要將嗰個規劃呢係改變少少呢，就可以將一幅七公頃嘅低密度豪宅地呢改為興建7100間公屋同5400間居屋嘅單位。同埋呢喺四個西鐵沿線嘅地盤上面呢可以興建12100個單位。如果這些建議全數落實，短期內就已經可以有30000個公營房屋的單位，比起梁振英所說的呢是多出起碼40%，而且是立竿見影。我們提出的都是確實可行的建議，我都希望局長在稍後的發言之中呢能夠給我們一個答案，會不會落實上述的建議。如果不會呢，我希望他亦都給公眾一個可以信服的理由。至於缺乏展示政府決心去給市場可以冷靜的訊息呢，我就會提出這個以下的討論。主席，如果要很快讓樓市可以降溫的措施呢，是發放市場訊息是很重要的。你如果連一幅勾地表的熟地都不肯拎出來興建一些居屋或者公屋呢，市場訊息真的覺得你沒料到啦。事實上市場的確是作出這樣的反應的。梁振英在選舉的時候明明就是以地產霸權鬥士自居，以突顯他跟唐英年的分別的。但到當選之後就成為炒家復星，樓價一直居高不下，屢屢破頂，正是由於他沒有向市場展現出打擊炒樓啊、囤地啊、抗衡地產霸權的決心。主席，先講一下針對大地產商的問題。四大地產商呢囤積的農地足夠興建9000萬平方尺的樓面面積，那為何地產商可以囤地等發財，但香港人呢就要全民穩地咁痛苦呢？政府一旦針對性咁提出懲罰同埋誘因，唔單止可以令地產商喺未來數年呢係加快建屋，更加可以立竿見影咁樣帶出增加供應嘅市場訊息，樓價呢亦都有望呢可以回穩嘅。政府亦都應該再次實施定期賣地。勾地表的制度在99年出台的時候，主席當然記得當時香港正值經濟不景，賣地令到土地供過於求，如果定期賣地會進一步打擊樓市，當時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今日的樓市已經過熱了，樓價早超越97年的水平。如果我九龍東區的匯景花園為例，最近有些街坊跟我說已經有單位是破了10000元一尺的樓價，比97時候還要升多了10%。現在的樓市過熱，勾地已經應該完成它的歷史任務了，只有定期賣地，訂立未來5年的土地供應的時間表，並且將無人問津的住宅地交給房委和房協來到興建資助房屋，更加附以確保發展商不囤地不囤樓的政策配套，才能夠真正有效將
樓宇供應重立正軌。最後呢，公民黨亦都認為政府應該將土地房屋供應的信息透明度增加。我們建議設立一個官方的房屋供應鏈綜合信息系統，由麵粉到麵包的供應鏈，將每一區每一季的賣地量、施工的進度、樓市審批量和現樓開售量、單位空置量、預期落成量和時間表是定期公布，無論公私營房屋的資訊全盤呈現在公眾的眼前，以防地產商扭曲市場，亦都令到有意在某一區買樓的人士呢，是能夠有清楚的信息，明白究竟供應是怎樣，自己部署好。謹此陳辭。謝偉銓議員。